是。我等下跟你睇牙。嗱，我系丁字嘅，右手上，撑上去，左手上，拉直个人，右脚出，左脚，去右边，左边，我哋合脚落啊，落上落。落上落，右腳出，收腳，落上落，落上落，左腳。阿番石病咗一輪啦，係話佢，佢翻咗嚟噶啦。我右手去後邊，左手嚇，右手。哦，右腳開。左手上，右手。叫梁仲莲，我来自香港。我在前几年移民到美国加州。我大约2009年接触赞美操，很感恩神给我两个地方都有侍奉的机会。其实带领赞美操真的是得益良多，教学相长。因为在教学的过程啊，我把神的话语更记牢在脑中。其实我们跳舞的朋友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、性格、心态，还有他们学习的速度的不同，所以让我想起了神的金句，真的是很适用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扶持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因为学习有快有慢，所以我就想不同的方法教他们，希望他们就很开心的去学习赞美操。还有是他们的性格也不同啊，有时候我真的是受到很大的鼓励，但是有时候我都有点灰心，有觉得乏力，但是我真的是要常常的祷告，神在我身边扶持我，带领我走前面的路。我常常跟他们说，我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只是给他们学习赞美操快一点而已，其实他们也可以做得到。但是他们说，我学了好几年，什么活动什么跳舞我都学不了的。但是几年以后，有朋友告诉我，他已经参加赞美操的考试，还有就是在教会有侍奉赞美操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，神给我们恩赐，我们就努力去学习去做，把一切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。
就是在这里跳赞美操。我们因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人会改变。现在又是过新年，所以人不是很多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一个种子。好，好了，可以跟朋友了，快快快快快！不要失去你的微笑，不要失去你的微笑，不要失去，不要失去，不要失去你的微笑。要求常常喜乐，耶、yeah, ，要常常喜乐。不住地祷告，不住地祷告，一起来祷告。要常常喜乐，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喜乐。不住地祷告，祷告，不住地祷告，祷告。不要失去你的微笑。